这集对，对，他现在就结束了。我靠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快快快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补起来了。这样算吗？算了，没有。啊！我会停车。我以为他会那个。刚捡到木头。QQ。哦，其实我们走蛮远的。很远啊，230。啊，没看到雪地。嗯。啊，一定刚完全在连接中。都刚是那个骆驼喝水啊，气死。对，而且那骆驼超白痴，就是你水桶放哪，它就会大老远的来你水桶旁边，超白痴。嗯，你水桶放越远，它就持续追过来，超好笑。气。我都还在连接中，你们是吗？结束了，我刚刚在看地图。嗯，再往回。我们在精彩回播。真的。再试一次，他们没有零，对啊，他没有零 M 呢，所以是刚刚勾勾不能打勾。哎呦，所以有机会是不是？试看看。恐龙。啊！哦，就是零。屁！生成地图。零不零？哦不！我要跳水。没有刹车了。叫我下去。好崩溃哦！啊，好 QQ， 好痛苦的游戏哦！输了就一切，嗯，通通勾勾蛋。啊！我差点推着人走。哎、欸，我还拿到这个。努力啦！去。哇！结果没办法接关。嗯。为什么？这时候该那个啊，困难模式无穷。啊！励志玩一年，好不好？励志。啊！玩个15分钟的一年啊！真的。实在好玩啦、啊！哎呦！抱歉。哇哇哇！一个叫扑哦。制作15，持续15秒。好，我看。嗯，挖这个。这很难呢、欸，他两倍时间呢、欸。那个超难的。木头先，然后小雨等下挖对面的。对面的吗？对对对，你木头先铺一座桥过去好，然后挖对面的石。好。你要直走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救我过啊！跟过跟过，可这样够、喔？木头一开始够。停了，不愧是困难。你们要再铺一条木头，不然走不来了。我来了。哦对，因为木头没了。挖木头，走挖。要堆超多的木头，你下面也记得那个、喔。可能要先堆一大堆木头，然后才可以再一次烧，对不对？一次烧。那这边先。前面有小偷啊！要拼命干嘛？也差不多了。可以了，石头木头都够了。那等下。嗯，好，可能要两个人来，我来准备了。嗯，你们两个一个拿，走开啦！赶快拿铁轨，赶快拿铁轨。他们在偷东西，走开！嗯、有了，完成哦！哎、欸，他是累加15秒啊？没有，不会累积。没有，他是要持续。这游戏没那么佛心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个在下面螺丝，等一下，你往上。木头，水桶、哦。前面砍树哦，前面砍树，你们铺下面。好，我去铺，你先砍。
我给我弄一下。好啊。这里要再铺一下。你铺一下，你铺一下。好，我铺一下，我铺一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可可。堆东西吧。剩一个哦。OK 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轻轻松松。这石头超少的。再搬了，再搬了。喂喂。一块掉了。要再多挖几个那个。我在挖，我在挖，没有球啊，没有挖石头。嘟嘟嘟，走走走走走，放嘟嘟。叮。嘟嘟，哎呦，炸弹呐！炸弹是不是？炸弹啦！炸弹呢？炸弹呐！没有四个石头可以炸。不是，他好像要用石头当燃料。炸弹啊！去弄啊！那至少需求石头炸弹啊！炸弹啊！我买了，买了。最前面还是最后面？前面啊！前面，前面。前面会挡到啊！你要去炸前面的东西啊！哦，是直接炸、哦？不是不是，没有、啊、要拿个火药、哦。距离，吓我一跳。啊，蜘蛛也会炸死人哦，玩家也会被炸死、哦。对，重卡死掉怎么办？会从头不是从哪，从天空飘下来。哦，我以为死掉那一关就没了，有点尴尬。存多一点啊！买个堆叠车厢。有。啊。在。给他吃石头。不伤害动物啊！啊，人算吗？你怎么问这么难的问题啊？是这么困惑啊？不是啊，他我说这个游戏里面的人算吗？因为那个小偷不是会偷东西啊？应该不算。你挖下面一点吧，比较快。对啊。木头要来喽！很靠近喽。那个砍树的有没有砍树的？拿去砍。我直走。结果，巧克力结果。干嘛？快跑！哎，你这怎么这样？你这怎么这样？我叫，我有说结果。哇，吓死人啊！啊，是哦，每隔一段时间会产出一次。嗯，要一直给他吃石头。哦。是不是不用吃啊？有啊，我喂他，他才会去跑 CD 呢。哦，我是很最早以前。对啊，最早以前不用啊，所以刚刚才会很压抑。就这样往前走是不是？对啊，直走直走。啊，有一砍木头就好。这个可能要往下一格、喔。谁伤害到动物？伤害到哪里？哪里？谁受伤了吗？我没有看到动物啊。小鸭吗？小鸭？不是吧？你呼噜压到小鸭了，是这样吗？我没有看到小鸭，小鸭太小了。是不是这个人？找到了。我知道啊。你扑水直接把小鸭盖过去了。我扑路啊，他自己想要挡屁啊。哎，西弗好了。是不是你？是你？啊？你是要把它拿起来是不是？后面要铁轨，木石头我可以。直走，你要直走吗？你确定要直走吗？还是要往下一个？要往下吗？可是来不及了。好，他要来了。好，恐龙接过啊。那木头可以帮忙砍哦，我这边要铺那个后面的。好，我去砍，我去砍。这西弗怎么威力这么小啊？他只有那个三乘三，超小。哎，铁棍，铁棍啊！没路。没路。没路。铁棍赶快拿哦！铁棍，哎，
木头要多砍啊！来了。这边木头要帮忙砍掉，要砍哦，要砍哦，要砍哦。哪里？这里哈。西佛真的是……哎、欸，你那个稿子放在上面会拿不到。结果这边稿子，稿子，哦，好，你把它炸开。可以。想说你丢在那边，等下就拿不到。哪里啊？突然看不到车灯了。我们再等。我的。OK。扑墙过去。我扑。这里哦。哇，前面那前面动物砍一砍啊！这没杀，是要砍啊，是要砍啊。然后这个小树，这个可以堆一下，堆一下。好。摸。喂。你要炸动物吗？可以哦。我想要炸黑黑的看看。哦。哎，这个不行啊，这种不能炸。哇。障碍物了。超级障碍物哎。哇。那这样超麻烦。那个铁路。铁路来了。铁路剩最后一个了。飞超高！哎、欸，我记得，我忘记哪个车厢的技能是可以让我们手上的啊，就是那个啦，效率是，就是那个不到了，有个铁轨，不了，好像是有动物的那个，可以让我们可以多拿两个还是三个，手上可以不止拿三个，可以多拿变成是五个还是六个的。哦，那么厉害？对啊，没有哎、欸。可是有炸弹车，爆炸半径加了。哎、欸，我还以为你也直接拿，哦、有了。没有，我刚没拿到哎、欸。爆炸就是艺术，炸起来！然后再三分钟哦，就 Happy New Year 喽。等下三分钟，然后就是盲砍树，根本就没看到。哇！砍树！砍树！先谁砍？谁砍？西佛嘞？西佛总不能用。哦，可以了。白痴哦！要放。白痴都来得及啦！赶快砍哦！哇，哥，是要让他迂回一下。对，迂回一下。对啊。哇，你们看得到路哦。这样的，那只能走上面了、欸。那你速要上往上一点哦，这样才有多的石头。对，上面可以去准备砍石头。好，那我就挖石头好了，我先去。我先把这边挖开。哦，火车头，哎、欸，树卡住了。你们等一下。我这边有拿铁轨过来。我走。那个桥，我要迂回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要炸了。好，哦，可以了，可接受。啊，你遇，给你遇。哦，这里方块太多了吧？超级没路。这感觉没有用炸的。没事，下面可以走，下面可以走。挖到什么树？这恐怖哎！你要再绕一个蛇形上来吗？锦衣名玩家拿斧头哦。好，我不给你们。对。